平常不出来，出来是拿报纸，拿牛奶。现在牛奶已经停了，停了大概俩月了，报纸也不来了。我拿报纸，然后我再扔垃圾，这儿可以减少上街的次数和频率。我把这个扔垃圾，我拿报纸是干嘛呢？我拿报纸看，一面看，看完了把报纸就装兜里边。我狗走到哪儿拉屎，我就拿那个报纸一包，把那臭屎用报纸一包，找个垃圾箱往里一扔。现在没报纸了，没报纸了，我就很奢侈，我就把我戴的那口罩包狗屎。这不是我浪费，因为我看我用的口罩都是比较不错的，顶破那口罩也是这个叫什么东西，就是模仿 N95 的，这个是新华社小邢给我送来的。小邢不光收党费，那天我给说让捐钱，我就捐了，捐了他又给我退，捐太多了，上班了好像，捐你也不能捐太多了，捐多了也不行，他给我送这个口罩来，这口罩用完了，我还第二次使用。来，给摸摸，就是他拉臭屎的时候，我拿他包屎。来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就每天都是这么100例左右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，在美国发生了怎么办？美国来，谁拉的臭屎啊？谁要浪费爹一个口罩啊？100个病例在这儿啊，新增病例来，比现在一天几万多。谁浪费爹的口罩？500个，你这是要开门吗？那开门问题在工作怎么办？这就是一个巨大的。哟，这个问题其实来。超过了来纯的一个流行病学，跟经济学、跟政治学各方面都是这样交流。这是为什么他用口罩处理狗屎 ？Shit！ 啊 ，Shit！ 3月12号这个天，哎，如果少量的波动，美国是不是还应该普遍的关起来？然后再洗洗我的臭手，还是应该消毒来。来，当然了，就说呢，整个这个过程，我的感觉，他们说的